啊，你今天要玩什么？你今年要玩前锋是吧？小丑。杂技演员，来展示一下你的技能。好，OK。够拿照啊！来把照片。5 4 3 2 1，我要来扁人了。不要，张胜阳一定要躲在这边的衣柜。等一下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双筒三点三，还好吧？爸爸，先把它放在最角落。刚才那个桌上的，这样是坐在这里。为了不会吓到我，就是来备战，还不跑，快点！倒地，超重的，哦！我要放血，你倒地啊！自己在那边爬，干嘛？他干嘛？他要羞辱你。刚才你真拽，吃饭的时候不是很大，第一次看到我怎么不跑？第一次时间没有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没有意义的参赛，坐下，坐跟你两年一样的位置。哎呀，相信阿姨刚好也在这里，今年也要客观。旁边去看这两个起飞的吧。你们只剩下唐一尊一个人了，你差不多要起飞了。一只我怎么找不到啊？十秒。好，我要放弃。他们太强了，我放弃六米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我奉你为最强逃生者。哎，怎么在这里？你这样掉下去，好像很猛，是不是？好像很猛。第一个被抓的是谁？小战斗。又是你，每年都是你跑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阿公家一楼，因为我们刚才在楼上太吵了，所以被赶下来了。还是我要自杀一个角度。哎，不行的，我想要当慈善家。好，那慈善家就是要造鬼。唐卓，你是什么怪？小丑。杂技演员，来展示一下你的技能。好，OK。哇！哇操你！快点奋斗奋斗！这也太安全了。不是他这样，不是他这样，这是武士，这是我的队友，他要被抽了。他是这样，嘘，挑衅他，按一下手电筒。武士，我们的武士，我们的武士要死了！他来！照你！照你！快逃！啊，这边跟他对决，那我不好，我不想死，我的性命靠你保护了，武士。我们要组合技，我先照，手电筒，哎，从上，从上。
卖队友，卖队友。助伞之魂。我要武士，我现在有雨伞当盾牌，你想怎样？我可以当着拜托。来啊！掀你的帽子，没用了。武士，你灵魂没了。给你一个机会，告诉我，唐顺州躲在哪里？唐顺州躲在哪里？自己关眼，自己关注。叫我！被你队友抓出来。有什么话想要对明年的你说？就是武士的帽子可以选上。再勇敢一点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就这样，上天。还是想展示一下气狗师，永远不要忘记啊，这只狗两年前咬你的鸡鸡。救命！救命！